妈，你最近可好好呢？你耐心，你的手走了。我在台湾很好，不用挂念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离家到现在一年多了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我也渐渐地适应了台湾的生活。最近搬到永和，跟赵大妈家的米弟一起住，房子有点旧，但是蛮舒适。你应该没有听过永和吧？永和跟中和很近，特别是我住的地方，到华新街更近，骑车只要十来分钟。你一定对华新街很熟悉吧？那就是我在心中时常提起缅甸人很多的地方。每当我想家的时候，就会跑到华新街吃西豆粉。趁他妈家移民到台湾后，靠卖西豆粉为生。德家的西豆粉比拉熏的还好吃，分量很大碗，佐料又多，不臭也不稀。我吃不得辣，但是在台湾吃西豆粉我就放很多辣子油，因为这边的辣子油都不辣。妈，拉熏也米西家可买西豆粉了，你胃不好，辣子油少放些吧。妈，你可记得哥哥的朋友杨大人了？他在华新街开了配菜，生意很好。我比较空的时候就会找他聊天，顺便喝他家的肋配叶。肋配叶配南边最好吃了，一杯肋配叶，一份面纹包子。妈，在台湾我也过得很安逸悠闲。你别太为我操心吧。妈，你个唱个圆通寺拜佛了。中佛也有个圆通寺，但不知道跟拉修那间有没有关系。我不唱个圆通寺，但唱个土地公庙。台湾这边都拜土地公，我去那地方叫做红鹿地，就在圆通寺附近了。那个地势比较高，有很大很大的一座土地公像，从山上可以看到整个台北市，风景很好。每天都有游客，像拉熊的观音山一样了。妈，大爷个唱个散步了，你要多督促的一点，烟少抽一点，多到山区间走走，精神会比较好些。我很喜欢到山区乡间，最近唱个青铜。那里非常安静，有个很小的火车站，轨道旁边挂了很多竹筒，很多人在竹筒上吸烟，就跟把心愿写在孔明灯上一样的意思吧。这边有个地方都是孔明灯，叫做平溪，就在青铜隔壁了。平溪就是那个上次寄给你一张照片，我放孔明灯的地方。在台湾，他们叫孔明灯叫天灯。上次个青铜多一事，人是一位长者朋友，他长得很像老爷。巧合的是，他也喜欢吹萨克斯风，他刚学。吹那比老爷吹的好。他的专长是灯饰，他算是主题艺术家。像我在做的这些作品里面，严格它可以讲起来应该是属于装置艺术。那这个装置艺术里面呢，它就是说它的过程里面是不断的可以接受挑战这样子。所以说还有一点就是说当它有另外一个一层的目的，严格讲起来就是环保跟教育的作用在里面啊，那是我比较高兴的地方啊。就好，这一盏灯叫做炉火纯青。炉火纯青是
因为这个好像一个火炉。对，那这个是一个陶盘，这个是一个玻璃。那这个当然，这个换绿蓝色的灯泡会比较更像一点。那像火炉里面冒着一个那个火很茂盛，炉火纯青这样子。那这个是说的妈，你不是常说不要学艺术，学艺术的人会饿死。但是有的人就算饿死，他做得很快乐。快乐是什么？有时候很难说。那天回来的途中遇突然晴啊，怡红的乡间山是墨绿的，柏油路湿漉漉的，很薄的青烟在山顶上绕转。我坐在摩托车上，想起拉叔的大水塘，下雨后的大水塘就是这个样子。妈，不多谢了，明天还要上课。近期全家平安健康，福安锦上。民国97年10月12日，于永红。